我们这里就抢手的抢手，你看八千分的坐在这边，九千分的要到失败区，这就是需要300位观众的时候啊！希望能把亚子救回来，恭喜 Birdy 挑战成功了，谢谢大家。 上一组之后呢，最后一位卫冕者也要小心了。接下来这位挑战者非常特别，他呢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，可是却有老灵魂，特别喜欢中古的国语歌曲，特别要以老歌来应战，敬请期待杨志宇。老派动作，老派唱腔，爱的星星就是力量。我就是人称老歌王子的杨志宇。虽然我今年才23岁。 但是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，我喜欢听老歌，更爱唱老歌。但是要唱出老歌的口气，可没这么容易。首先就是要通过我们家里最严苛的耳朵。哎，不是说嘛，要不感情吗？来来来，我们坐坐坐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感情，你唱什么歌呢？这怎么得？第二就是把它录起来，放在我的脸书上分享一下，听听大家的建议。 背负家人和朋友的期待，今天要在这个最棒的舞台贯彻我的老歌之道。最后上场的卫冕者是个性开朗外向，目前就读师大光电科技研究所的卢冠霖。曾经是小胖弟的他，虽然成功甩肉15公斤，但初登场时依然发生裤子穿不下的窘境。连续2周穿着宽松裤顺利卫冕。 从此获得睡裤宅男称号。今天即将挑战王力宏经典歌曲，他将发挥独有的 R&B 优势，誓言再打一场胜仗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志宇，就读文化大学。我今天来这里的梦想就是能够复兴老歌文化。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诠释，然后让年轻人认识老歌，喜欢老歌。 然后可以将这些经典老歌继续传唱下去。而且你穿的就是老歌那个时候的老歌星喜欢穿的白马王，谢雷最爱穿。包伟全白的，对不对？青山，青山，周深，青山，周深。好，来请冠霖先坐一下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老歌王子哈。嗯，志宇是从小就喜欢老歌吗？还是对，受妈妈的影响？受父母的影响，对，我父母都很爱唱。他们都唱什么？我看你还唱姚素那歌啊？对。 就是那个，我有唱那个像雾又像花，还有像包美胜那一盆火那样的歌。考你那一盆火，开始唱。曾经是爷爷点着的火，曾经是爹爹交给了我。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好好，我觉得你可以唱，你有唱殷正阳吗？过年的时候，亲爱的我多么幸运，人海中能够。 真的会啊，太棒了，非常好，温故知新，很棒啊。是，那你今天准备的歌是什么歌？今天稍微新一点，刘克里林的《认错》，新歌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接受太新了，不行，太新了。不要闹，91年，很棒，很旧了，很旧，91年可以，91年可以啊，1991。好，请开始。I hate myself， 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，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？告别刺痛在孤独里忍住伤心，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，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？
冠霖 ，OK 啊，今天要唱什么？有回到那个，我要带来是王力宏的《你不在》。然后之前看节目，然后那个国文老师就说，那个唱完《你不在》就变成我不在，就变成选手会不在。对，所以今天唱完就不怕哈，你没有，你今天唱完就是国文老师就不在。不要国文，别离开我们。小胖，不要回来。好了，知道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听这一首《我不在》。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才深感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失彼此脆弱的身份，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。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冰吞。你不在，但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。无尽等待像独白的难耐。真是现代跟古代的，真的。而且今天的比较像那个假音 PK， 假音对假音 PK， 假音我觉得会占了很重要的分，真的。其实冠霖唱的真不错，在所有新一代的来比赛的男歌手当中。这个你是不在的当中唱的最在的一个，对，应该这样讲。但是至于你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突然有点酸酸的感觉。怎么呢？就听到了卡带笑的声音。天哪！是不是？而且没有卡带的画面呢。小姐，我更猛，我还听到夹式录音带的声音。你知道以前那个就是在车子里面呢？那个好古老的声音啊。叫 A-Tracks。我觉得这一对太有趣了。我觉得你们正好在2000年这个分水岭分开了。你刚才那个91年那个认错，非常有老歌范，就是很扎实，然后假音也很实。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。这一阵子我在听你们唱歌，听到比较特别的声音。你是90年生的吗？90年生。你是92是不是？冠霖。冠霖，我是92。你小2岁。你们这当中其实这样差不多差20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冠霖今天也不错，不过今天如果比假音的话，冠霖今天你的假音有点疏，那至于的假音很实哦。我刚刚一直在抖，好紧张。不过我觉得冠宇就是很新派的 R&B， 唱的也非常好听。对。其实两个各有特色，像老师刚刚讲到假音的部分，其实我倒没有觉得
谁好谁不好，这就是两个分时代的假音的不一样，一个是很扎实的，一个是气虚虚的，对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，很有趣的一组，对 ，interesting， 小胖老师是，所以我们现在比谁比较喜欢 CD 跟卡带，就对了。1991年出了一个很棒的组合，叫凡人二重唱，真的还好。我还没讲完，小燕姐，我还没说完，我快说完了，我说快一点。小燕姐，我们投票吧。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我没有看过评审这样子来夸自己。还没嘛，我还没讲完。啊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我觉得我当时凡人二重唱最大的敌人就是尤克里里。我们曾经三度在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对，只有两个瘦子的。有一年金曲奖碰到，还是小燕姐颁奖给我们，不是颁给尤克里里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让我们回到那个91年那个时候，你唱的真的很好，加油。好，现在要评分数了。这一组其实有点难评啊，其实完全不同的。来，我们听听300位观众怎么说。哇，又是一组感觉未免只受到极大威胁的状态哈。不过真的要帮小胖老师说说话，因为那个90年代确实这个凡人、尤克里里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。赶快点头，赶快点头。哦，叶的喜尊对不？叶的喜尊这两组都是台湾歌对不？对不？信不信呢？哦，叶的喜尊，快点头，一垮一垮。不过他们好歹马戏金曲奖得主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要帮小胖老师鼓励一下。好，我们大家也要鼓励一下。耶，这么温暖的李明是来自哪里？不是中山区皮头里的李明。欢迎哇，各位乡亲，我们今天是来圆梦的啊。怎么说？为什么说来圆梦？没有办法当歌星啊，就来这边感受一下他们这些好好棒的歌，好听的音乐，对对对，好棒的演出，对，没有错。阿里嘎伊多姐，我干嘛冠霖？哦。你该冠的，谢谢。卫冕者为什么？因为伊全是迄个王力宏的歌，唱了就好诶，真好哈，就好诶。你感觉咧？哎呦，你感觉有好听吧？你才几年啊咧，头一遍去有访问呢。我感觉嘛袂歹诶，嘿，假音好假哦、喔，假的好咧哈。有的东西不能假，但假音就是要假的好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有够假哈，有够假。我感觉你有那种女王的气势诶哈，以恭维暖呢，哈，因为这王力宏嘛袂歹啊，唱啊哈，哦，你袂歹啦，你王力宏是我是他的歌迷啊，啊哦，真的、啊、是哦是吗？您那个年代应该是。包国梁的时代吧，我是姐姐了哦，你姐姐哦，对，我啦，我讲你女王是讲吼，咱对面有一个女王小燕姐，最近拜啦吼，暗时背调爱看台戏，有一个新的节目叫《女王的密室》，我们小燕姐就是女王啊，演艺圈的女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要跟她学习啊，阿弟妈没办哈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这位姐姐啊，你喜欢谁？智宇。哎，为什么？他的声音很高亢响亮，台风很稳健，是人长得又帅，像白马王子一样。对对不对？穿的一，您讲到重点了，像白马王子，对不对？不是像古代人，他就是白马王子，对不对？一个年轻人能够唱老歌，哎，非常的有 sense。哎呀，说得太棒了，加油！接着就要看分数了，这一组我相信可能都是九字头的、哦。来，小燕姐，好，中间还是要看分数，分数是丁宇唱的是尤克里里的歌，来到了冠军片，8900。我、啊，冠霖，上礼拜是8900，今天的分数是？Oh my god！ 明确的抉择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他们两个势均力敌，真的是势均力敌。出乎意料的平手结果，让两位选手相当错愕。进入30秒清唱 PK， 究竟会是老歌王子杨智宇可以杀出重围，还是 R&B 男孩卢冠霖可以守住卫冕资格呢？30秒当中就要考验你的镇定哦。好，智宇准备好了吗？请站到台前来。你选的是什么歌？我选择的是刘文正《迟到》。哦哇 ！Oh my god！ 好，太屌，太屌，太屌！
数拍子啊，请开始。我的心中早已没有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，他温柔又可爱，他美丽又大方。好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哟。早已没有。好，来，冠霖先到。好激动，好激动。你选的什么歌？我要唱的是《爱笑的眼睛》。爱笑的眼睛。对。好，请开始。离开你，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。流过泪，想一个人看旧电影，只是我不小心而已。离开你，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。再见到你，我一定让自己坚定。三十秒过后，五位评审就要选出来谁可以到卫冕区。黄子佼，两个都很爱呢。这么说好了，冠霖我很喜欢，很优秀，很可爱，很得体，但是智宇的不可取代性比较高，所以我选智宇。OK。小胖老师，我特别同意娇娇讲的不可取代性，我这一票给杨智宇。三麦老师，哦天，下次评审要找点年轻的。不是我说什么，冠霖。我觉得智宇这个在清唱的时候呢比较吃亏，他的 pitch 比较不准，我会选冠霖。人就是你台的。我觉得我接下来选谁都会暴露出我的年纪哦。我如果选了冠霖就是我年轻，对不对？我如果选智宇我就是老人，对不对？我选。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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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Sleepy Yummy。想跟朋友玩，何必这么累？赖旅游大亨及时连线零距离，和朋友一起掷骰子前进吧！世界教我们要成为领导者，却忘了教我们怎么把世界变好。那就成为一种改变吧，用热情调和勇气，把冷漠变成划算。Let's lead， 势在改变，势高力达。大家好，我是曾佩慈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 台湾电视台。早餐餐要洗洗，洗好多次了，怕天然的洗不干净吗？不必左右为难啦，快试试茶树庄园洗碗巾，百分百天然澳洲茶树精油，茶树抑菌，强力去油，洗一次就干净，无可挑剔的天然洁净力，花
花仙子茶树庄园。Johnny Walker 金台珍藏，点亮2015欢庆时刻。等了一年，海里的鱼跟路上的牛终于碰在一起了，两个在一起还这么配。麦当劳严选北海道鲑鱼，酥脆诱人，搭配纯牛肉加上青柠石螺酱，一口尝到鲑鱼加牛肉的好滋味。海陆双星堡，北海道鲑鱼堡，只为欢聚时刻。Johnny Walker 金台珍藏，点亮2015欢庆时刻。大家好，我是曾佩慈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TTV 台湾电视台。这就是我拼事业的法宝，玉山台湾新酿酒六酿酒，用料上实在，国家挂保证，也是家庭幸福的秘密。事业感情乐融融，玉山台湾新酿酒六酿酒。温度 C 保养开始，调理肌肤，从温感卸妆着手，好温暖，再用化妆水冰凉唤醒，真凉快，最后乳霜润肤，透过温度 C 保养体验前所未有的美肌，资生堂碧丽菲。39太阳能热水器，全国唯一采用日本进口太阳能专用不锈钢，独家荣获国家发明创作贡献奖、国家发明奖、国家建筑金质奖，得奖最多，台湾销售第一。现在买政府有补助。太阳能一起帮39，不断坚持，只为0.03秒的突破。同样的追求，以全球最高蒸馏器提炼纯净点滴。格兰杰源自不必要的坚持。其实我蛮赞成不可取代性，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公平的评论，我喜欢冠我。